中国在短短三天内建造了20000栋房屋，以闪电般的速度震惊世界。中国以闪电般的速度和创新的建设方式再次震惊世界。在短短三天内，该国已成功建造了惊人的20000栋房屋，让每个人都对其能力感到敬畏。这项非凡成就是中国持续努力解决住房危机，并为其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优质住房的一部分。透过利用预制构件和简化的施工方法，中国的建筑项目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效率。中国政府对创新的承诺和对尖端技术的利用，在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凭藉先进的机械、熟练的劳动力和精心的规划，中国实现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的目标。这项壮举不仅展现了中国在建设领域的实力，也使其跻身现代世界顶级奇迹之列。它证明了该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。中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建造房屋的能力具有深远的影响，它为面临类似住房挑战的国家带来了希望，表明可以透过创造力和决心找到创新解决方案。最终，中国在短短三天内就建造了20000套住房，这是中国有能力克服看似难以克服的障碍，并为住房需求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光辉典范。